现在有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，要交给大家，需要你们去完成。大队组织了各个中队之间进行比武拉练。往年呢，我们这个队伍都是派老兵去参加，今年。 我刚才跟你说的那几条重点记清楚了吗？嗯，大家好。哎，请问您是张大夫吗？哦，我是。您是？您就是张大夫啊！我终于找到您了。您等一下啊，您等一下啊。张大夫，是你啊？你最近好吗？托您的福，母子平安。多亏了您呢，不然的话。 还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就是啊，我们今天专程来感谢您的。谢谢谢谢，他刚生完孩子，要多多休息啊。张大夫，是您救了我们娘儿俩的命，我们真的是太感谢您了。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。哦，对了，还能见着那个当兵的人吗？啊，对啊。如果能见着的话，帮我俩也谢谢他。 好的，一定会的。你们也多多保重。嗯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嗯嗯，谢谢。慢走啊。他们刚刚说的是哪个？啊，就是那个丁子龙，个子特高，特帅的那个。哪个？哎呀，就是把他抱上救护车的那个。 哎，现在这个公主抱，真是帅呆了。帅吗？我怎么不觉得？别哭了，大姐，我来处理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有你这么劝人的吗？要是你家人掉井里，你也得着急啊。要不是我当这个消防员，我还懒得干这事儿。你。 我就记得有个大高个儿又帮倒忙，又不会看人脸色。我跟你说的是同一个人吗？哎呀，可心姐，你真是太没有眼光了。 加把劲，快点！班长，他们多少？34次。完毕。班长咋样？丁子龙那组呢？稍微好一点。34，34秒。一定会更快。是要多加练习。好，先练到这里，休息5分钟，准备下一组。是。要新兵去参加比武，我不知道安队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但是我知道，以安队的个性，这件事情。 绝对没这么简单。哎，哎呀！哎呦，哎呀！待会儿你可得加把劲儿。子龙哥，我可不像输给丁子龙他们。子弹是咋一下子？怎么那么值的？都一个队的，何必这么计较呢？啊！比赛是算总成绩的，我们可不能拖人家后腿。我看呢，你是跟丁子龙干上了。我们是一个团队。 团队就要团结，我只是希望大家取得好成绩。哼，行啊，你呢就那么一说，我也就这么一听，咱们心里有数啊。一会儿我按这个，待会儿节奏和速度要配合上啊。哎，知道知道知道。哎呦，累死了！哎呦呦呦呦！哎呦呦！安队，哎，李队，怎么样啊？都练得怎么样了？还是不行啊。 你看，你看看他们，很多动作不到位，也不标准，到时候都会扣分的。先让他们这么练着吧。你还真准备让他们去比武啊？那怎么着？肯定会输啊。输就输呗。我问你，是输一场比赛重要，
还是救一条人命重要啊。那我明白了。哎，有没有表现稍微好点的，能单拎出来一个的？有啊，那个丁子龙，他就不错，身体素质最好，而且犯的错误呢也最少，因为他头脑冷静。这张志刚也不错，张志刚呢敢打敢拼，但是太急躁。如果这两个人合在一块儿啊，那就完美了。啊，哎，百米梯次进攻练得怎么样了？那比这还乱呢。安队，这样练下去，咱们可能输得连裤子都没得穿了。我不会让他们没有裤子穿的。集合。是。集合。刚才我在上面看了一会儿你们的训练，很不错，可以说是有模有样啊。看得出来，你们为了这次比武，非常努力的训练，做了精心的准备，很好。正所谓啊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呐。具体的技战术和一些动作要领，还是要靠你们自己去体会、去领悟，好好练，必须为我们八中队拿回一个好成绩。有没有信心呢？有。好。为了锻炼新兵队，我打算在你们中间选出一个八中队比武代表队的队长。丁子龙，到，出令。是。我现在任命你为八中队比武代表队的队长，带领全队进行训练，有没有问题啊？看来你很犹豫。报告，没有。大声点。报告，没有。好，那废话我就不多说了，赶紧带领大家一起训练吧。训练的项目呢，由你来决定。你们继续练吧。啊，你们现在百米梯次的成绩是多少？不够，最好成绩是30秒71。当初我们八中队夺冠的成绩还不到25秒。走了。哎，沈阳，你也跟我们走。走走走。哟，队长，练什么呀？刚哥，俺觉着子龙哥当队长真好。你看啊，他样样都第一名，他要是带着俺呢，俺们肯定第一名。俺觉着吧。那个，大家继续训练吧。哎，队长，继续什么呀？话多。哎，报告，请队长指示。哎，全体都有，按照刚才顺序，两人一组，进行两人五盘水弹训练，要求。第一组训练的时候，第三组为第一组计时，第二组做准备。第一组下来之后为第二组计时，第三组做准备。以此类推，听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大声点。明白了。快点，快，肚子快，接着冲。45秒，比个屁呀、啊！都别给我歇着，再来。哎，你干嘛？我过去说说他们，就这么个练法，怎么去参加比武？操心什么呀？老老实实待着。你看，你看看，三一组，这能行吗？这个，你不怕丢人啊？丢人怕什么？嘿，你倒想得开啊！动作快！八中队可是连拿了3届的比武冠军了啊！
快点！今年你要是让这帮新兵蛋子把冠军给毁了，你不嫌丢人，那我还嫌丢人呢。快！再说田大队那边怎么交代？到时候他找你麻烦呀、啊。怎么说是他的事儿，怎么做，那是我的事儿。我带的是能够上火场、能救人保命的兵，不是那种只会在比武场上拿第一的兵。兄弟啊，我一开始还以为你是手把手教他们，你现在倒好，完全就放手不管了。你说就这拉出去比武，其他中队不得笑掉大牙呀？哼，被别人笑话，也总比在火场上丢了命要好吧？不过你也说的对，完全放手不管他们也不行，你提醒的也是。行了，刘指导，你回去吧，我啊，去给他们敲敲警钟。哎，不是，你要去干嘛呀？二宝，抓紧时间。丁子龙，让他们都停下来。是。集合。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收起，立正。都练得怎么样了？报告。我们还有一些不熟悉的地方，请您指示。不熟悉？什么不熟悉啊？你们现在练的，沈阳班长都教过你们了吧？那怎么能叫不熟悉呢？报告。有些东西我们还在摸索。什么错你们要摸啊？摸索，不是搞科研的摸索。我看了一会儿了，你们这叫训练吗？怎么去比武啊？这一个一个的啊，曲里拐弯的跟虫子似的，跳大秧歌的。你们现在训练的都是之前沈班长教过你们，对不对？还练成这样，我还以为是你们自己的新发明的。丁子龙啊，你这个队长怎么当的？啊，这个队伍怎么带的？不够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能力不够，可以换人。换人？我上哪儿换呢？名单都报上去了。换人？哎，你不会是想现在就临阵脱逃推卸责任吧？啊，啊，队伍一带不好，自个儿就跑了？还兵王呢？你逃兵之王吗？哎呀，看来我真的是看走眼了。之前我觉得你们还不错，才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。现在一看，你们跟之前的新兵连有什么区别？没什么进步吗？报告。说，我相信我们在比武大会中一定能取得好成绩。你能把说话的速度放慢一点吗？是。我相信我们在比武大会中一定能取得好成绩。这个队伍里面，是不是只有一个人是这么想的？我们一定取得好成绩。丁子龙，你怎么想？当然了，你要真不想干，我换个人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的队伍里面，还是可以选出一些能干的人的。要是个活人就喘口气吧，没问题。你要实在是忍受不了，你到炊事班去，在这待一年。报告。如果我能带领大家夺得冠军呢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如果我能带领大家夺得比赛的冠军呢？口气不小啊，夺得冠军。是，夺冠。
这么着，咱们俩打个赌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这次能够得到冠军，哎，也别冠军了，我把条件放宽松一点，只要你带领全队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夺得前三名，我就立马放人让你走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谢谢队长。但是如果你做不到怎么办？我去炊事班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行，那你就继续当你的队长。我希望你在剩下不多的时间内把这个队伍带出来，弄出个样给我瞧瞧。练吧。哎，你好，我叫李勇，我今年29岁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我希望能和你成为好朋友。希望这次见面呢能够给你留下一个好的印象。哦，我是一名小哟。李队干嘛呢？哎，别闹别闹，没事儿。哎，一般没事的时候都是有事儿。我说没事就没事儿，该干嘛干嘛去。李队啊，听说您今天要去相亲呢。啊，今天是礼拜六，你是不是想跑圈啊你？哎，不是不是，我是关心你啊。少来这套，你我还不知道，不用你关心，自己该干嘛干嘛去啊！我的事儿你少管。走走走。我叫李勇，我今年29岁。我有一句话，真是不吐不快。我说你。说说说说，您相亲真打算穿这身去啊？我不穿这身，我穿什么？我光屁股去啊？哎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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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您讲，您穿这身服装是特别帅，但是现在的姑娘都不好这口，你得潮。得什么？得潮啊！哼，我还浪呢我。哎，就是让您穿的鲜艳一点，平淡之中带有一丝丝的小小创意。我就这身衣服。哎，有了，我的抢险救援服从头到脚都是红色的，那个可够鲜艳。啊，不不，行了行了，梅园，我知道你的好意，但是不用你管了，啊，该干嘛干嘛去吧。哎，李队，你没有衣服，我有啊。啊？噔噔噔噔！哎，李队。哎呀！噔噔噔噔！哎呀，你害什么羞啊？哎呀！噔噔噔噔！哎呀，李队，别闹，别动！这什么呀？这潮啊！行吗？哟，没看出来呀？啊，你这身材不错呀，模特身材啊！还超模？不不，我穿这怎么那么别扭啊？这浑身。哎，你就是穿军装太久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次一出去啊，别说是一个女生啊，那就是一群女生看见你都得脸红啊。真的？那必须的呀。没人到。哎，不对啊，李队，你不是让我没人当？哎，不对，李队，我是来给你当爱情顾问的啊。哦，来，我问你，你小子跟我说实话，我穿这身到底行不行？你要不行，你赶紧告诉我，我赶紧把这身衣服给换了，不让自己丢人。啊，是，我梅远在消防队伍里，啊，出任务是不太行，但是衣装打扮。泡妞，那可是我的看家本领。嗯，谁泡妞了？啊啊，谁泡妞了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我相亲去。啊，是是是，咱相亲，相亲，
相信我，穿这身出去一定行。什么？嗯，就这个？对呀、啊，哎，走，李丹、啊，哎呀，你太帅了，能行吗？李队啊，你穿成这样，你干嘛去啊？有点事儿啊。你干嘛来了？你管不着。啊，行。哎，你等会儿啊。哦，啊，我知道了，你穿这身是去见姑娘吧？小孩子家家，当然事儿少管。哎，你等会儿。嗯，你确定？就穿这个，去。哎呀，我没时间了，回来再跟你说啊。哎，我问你，我这事怎么了啊？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嗯，没事儿，挺好，加油。吓死人了，怎么又跑来了？请我吃饭。甜甜，有点新鲜的行吗？每回见我就这么一句啊。就一句话，请还是不请吧？请你吃饭没问题，你得告诉我凭什么请你吃饭。第一，你上一次还欠我一顿没请。嗯。第二，噔噔噔噔。啊，行，我欠你两顿饭，行吧。既然来了，咱们就吃啊。请问，你是李勇吗？到，是。你还是穿军装好看一点。我就说我穿这身不行，他们非让我穿这个。那这样吧，下次我肯定穿军装出来。下次啊？啊？都说当兵的挺老实稳重的，这才刚见面就想着约下次了。不是，我没那个意思。没那个意思？那我看今天我们的见面就省了吧。不是，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。我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你误会我了。好了，不逗你了。来之前啊，介绍人特地嘱咐我是个军人，看你穿成这样，我还以为我认错人了呢。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坐坐聊聊？好。哎，去那边吧。啊，好。当消防兵的不好找媳妇儿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不但全年无休，而且一旦出任务，就生死未卜。换谁都不愿意找这样一个人来当自己的丈夫。当然，这些事情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。哎，李队，成功了吗？
李队，听说你今天相亲去了，怎么样，嫂子漂亮吗？哎，什么时候喝你喜酒啊？干嘛呀？别问了，嘘。李队，其实没什么，失败是成功之母嘛。爱迪生发明电灯300次才成功，这不算什么。别说了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安队不是给你一天假吗？回来就回来呗，哪儿那么多事？哎，怎么了你？哎，来来来，怎么回事啊？行还是不行啊？挺好的呀，姑娘长得挺漂亮的。哎，比照片好看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不挺好吗？最重要的是，人家一听我是消防兵，哎，还对我特感兴趣，那有戏啊！啊，然后呢？然后就跟以前一样了呗，先做自我介绍，然后聊天呗。聊着聊着，人家就知道我不可能随时休假，没空陪他，而且经常得面对有生命危险的事情，所以人家就打退堂鼓了。沈阳，你知道吗？这他拒绝我的理由啊，跟我之前见过的所有的女孩子全部都是一样的。什么？你是个好人，我什么？我们不合适。还有什么那个你会碰上更适合你的女孩子。然后什么？我祝福你。我需要祝福吗？我不需要祝福，我就是想找个媳妇儿，我想结婚，我想有个家。小方兵怎么了？你说咱们怎么就这么不招人待见？我比你还生气呢。你说这都叫什么事儿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好姑娘不多的是吗？你像咱们这么优秀的，害怕没姑娘吗？是不是？沈阳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我父母年纪大了，他们不图我什么，也不指望我什么。就是希望我能够平平安安的，早点有个家。他们好，早点抱个孙子。每次给家里打电话，在我耳边来来回回说的都是这些话，都听烦了。老家的亲戚朋友，该帮忙的，该找的，全都找遍了。可对方一听说我是消防兵，真的，有的时候我特别羡慕你跟雪梅，真的。想想雪梅姑娘多好，一等你这么长时间，这种好姑娘，你上哪儿找去？你可得对人好点儿。算了算了，不说了。其实你可以换个角度想想，就算真碰到一个好姑娘，你也得等上咱们几年，是不是？而且现在好姑娘真的不好找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要不然再让雪梅帮你找一找，对不对？
看看他那边还有没有认识的好姑娘，给你介绍一个不就得了？啊？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行，那我在这儿，谢谢你们了啊。说什么呢？还谢谢？咱俩谁跟谁啊？哎，话说回来，你和他什么时候办事儿啊？办什么事儿？什么叫办什么事儿啊？你也得赶紧抓紧时间了呀！求婚没有？凑凑得了。你就是一傻子，我告诉你吧，我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？啊？人家雪梅啊，那么好一姑娘，一等等你十年，你还不赶紧追屁股后边咔咔拿下得了？还笑？我告诉你，你等着吧，反正你就等着吧，等到哪天那个雪梅把心给等寒了，跑了，你哭去吧你。这我相信，这全镇的女人都跑了，她吴雪梅跑不了，万一呢？没万一。我的意思是说啊，你也能找个这么好的。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把这个拿去，还给梅园，替我说声谢谢。这什么呀？什么玩意儿这？哎呀，你别问那么多了，走吧。哎，七分裤啊！我踢死你！有人受困，减压利用攻坚一组，加维跟我攻坚二组，出发营救受困人员，出发。是。
还活着，弄出去。嗯。小心点，快！沈阳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好，我再进去一次。夏伟，不行了，你说最后一次，不能再进去了。安队，你不能进去，里面太危险了。应该还有一次机会，你相信我，你们不用管了，我进去了。啊，那我跟你一起去。我也去。你留下，赶快处理伤口。是。快，走，走。刘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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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刘。老刘，来，老刘，老刘，你没事吧？嗯 ，OK， 好，走。我的腿被压着了。嘉伟，嘉伟，你过来，过来，啊，你出去，我不能出去。要出去一起出去。嘉伟，你过来，过来，我不是要你丢下我一个人，我是要你出去找人进来帮忙，你一个人不行的，快去，快去找人。等我，等我回来啊！你不能死，我还等着回家。
陈国。见得清净，对自己说不要放弃，要相信自己就会有转机，纵然不清晰，用双手举起，就勇敢挥别悲伤。打开一个天空，不要再感慨惑，漫长的道路看不见的尽头，我相信